如果时光能倒流，你最想遇见谁啊？各位，怎么是你？你干嘛呀？本人林良，因无法跟随一个如此无聊、无理取闹、无用之极的上司工作，特此辞职。请多多关照。可是林跟谁谁水，我要向他证明。什么是本世纪最年轻企业家的魅力？那你现在住哪？没有地方住。没地方住？我身无分文，你让我上哪凑合啊？去你家凑合啊？走呗。蹭住守则，你要负责家里的卫生和做饭，不准在我打游戏的时候烦我。如有违反，我可以让你再次无家可归。张总要迟到了，赶紧起来。你要是有他这样一个难搞又龟毛的上司，你少活事。那种女人，她有资格当我的第九任女友吗？姐姐比你大80岁。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们两个划清界限。行，一二三。我可以左右一个，或许老天让你回来，只是为了让你遇见我。我有未婚妻了，就是他。舍不得那个与你擦肩，我想留下来，我想回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以身相许？不要。那我以身相许。你看你的手，跟抹了万能胶一样。林淼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骄阳，原来出现在我生命里最大的奇迹，不是时间倒数，而是遇见你。过后我们相爱吧。